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红红，今天要玩这个变强的黑巧克力饼干。然后它的祝福能力我选障碍物破坏加分，锁果冻跟护盾也是可以啊，看你。对啊，然后服装我先用小王子好了，然后去玩奖杯赛。第一棒就用我们的黑巧克力。然后二棒用个久违的西洋棋好了，然后专宠头盔扑克牌换掉好了 ，OK， 这样还蛮适合他的。然后就玩天天开心，看他变多强。会带那个跳跳嘛，是因为他发动技能的时候好像判定成巨大化吧。所以他可以一直触发那个能力。那我就来介绍一下他的技能好了，这就是他的魔法糖能力。每次发动完大技能之后，就可以发动一次魔法糖能力，就是二段跳，然后再按滑行，就可以向下攻击吧，向下发动剑气这样。然后这是大技能，就可以一直按滑行键去砍前面的障碍物，然后它就会喷那些黑暗果冻给你吃，分数还蛮高的。然后头上不是有蓝色剂量条吗？它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动这个小的闪电，然后炸到障碍物，它就会给你果冻。就是黑暗果冻，然后你收集满一定数量的黑暗果冻，就可以发动大技能这样子。这就是他的技能，反正就是发动技能就一直砍就对了。他在天堂蛮帅的，那个披风。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，他在发动技能的时候，尽量不要用身体去破坏障碍物，要用砍的，这样才有额外的果冻。然后现在跳跳马跟以前也不太一样。之前是吃到巨大化就可以一直跳，现在是一定时间内可以出现数字就可以跳跃。这样讲好抽象哦，它有数字你再跳才有分数这样子。这个小粉红都要跳过，不然就没有果冻了。我本来想说这边它可以炸到底下了，可惜，这样分数应该有差吧。这边可以掉一个坑，这样后面血量还是够可以尾技的。分数很不错，差四一分了，399。然后西洋棋的技能就不要太早发动，慢一点，不然再快发动也没办法尾技这样子，就只好延后它的时间点了。这次也是尽量慢一点。可是好像慢不了，少一个彩带球。我是觉得黑巧克力这样蛮莽的，因为你要去找说什么地点比较适合放他的魔法糖技能，然后你要注意小丑鞋，整个就很忙啊。
要记得发动跳跳嘛，不然后面好像没有巨大化了吧。 OK， 这样有撑到最后，分数应该不错哦。发动技能，最后冲刺。哦，这边还有巨大化，就尽量多跳一点。哎，537耶，还破纪录，还不错哦。这组真的不错，可以练了。那我们去玩挑战营吧，它有无限挑战，然后它应该就没有低配的吧？对啊，41分就可以达成。来看一下人家的组合是什么，跳跳马、引擎，还有镰刀，就是三个吧？哎，还有小丑鞋，有4种。那就是4选3咯，这样子。跳跳马一定要的，然后镰刀还是小丑鞋，玩小丑鞋好了，然后配引擎。就这样子，换个服装。这次选这个好了，说不定比较高分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力量太强了，哇，这分数也太高了吧！5000万的一个技能，一定是前面障碍物太多了。他的技能要打在障碍物上面才会碰比较多果冻。所以要应该说，所以它适合在障碍物比较多的地图，所以不是每个地图都很适合这样子。通常应该是放在奖杯上，应该是放在二棒，因为二棒通常都是障碍物比较多的地方。然后发动技能就马上砍，才会有分数。这边应该对跳过那个银币魔术，然后发动魔法糖技能，不要吃到了。这地图应该跟以前挑战一样吧，还蛮熟悉的，应该说还蛮怀念的，很久没跑了。小丑鞋最近的出场几率好高哦，真的不太会用，熟悉不了它。没有吃到，还以为它要洗碗。这边应该不错哦。这天堂好像是新的哎，以前好像不是长这样吧？哎，竟然没有吃到那个彩熊！太早跳了。感觉带小丑鞋真的不错哎，它这张地图有很多果冻，没办法吃干净，可是靠它的磁力就可以吃干净了。这边炸应该不错吧？哇，我好像不小心浪费了一些小丑鞋。后面的地形还蛮紧凑的，你看这边也是需要用到小丑鞋啊，没有他发动技能，所以不用，没事，快要41分了，也蛮简单的，应该是啊掉下来，应该是炸对地方的话就会蛮高分的，
那个魔法堂技能的部分。说不定带镰刀也不错哦，因为杂物超多的，都可以试看看。已经达成目标，我以后有出无限挑战的话，应该也会做一期这样的影片，然后就不会去拼排名了，因为它奖励没有到特别好。应该结束了，470，可是我见人家480，谁只有一趴，差了10000万，没关系，还可以啦，对啊。你看他的奖励就这样而已，没有到特别好，所以就不去拼高分了。对，481没错，有一点差距。还好啦，最后再偷偷晒一下服装。那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哦，喜欢我的影片可以按赞、订阅跟分享，那就下次见哦，拜拜。